这是电箱，它那个线是一体的，容器加工具头，蝙蝠杆都在一起了。我是换燃器与发生器的连接线，也就是电箱。然后这个的话是进水的那个进液管，这个是它的冷却液的那个进出管道。这是四型的，所以说找到四型的插头。这个连接的应该是外控，脚踏开关或者之类的手持的开关。中间这个是接进液管的，两侧是冷却液的进出。这个是连接的是发生器的连接线插头。我们将它插进去，然后这个旋钮、螺帽拧紧进液管，进液管就可以了。中间直接插进去就好。这个测电源，开机。测试一下，没有警报。首先我们这边采用的方法就是用试管来将液体挤压进去，这就是水，就水然后将液体挤压进去。液管里面已经有那个液体了，所以我们这时候打开超声，打开测试按钮。